近期强势回归的 School Attacked 2018第一学期将以20日迎来最后一期，并同时预告第二学期首组嘉宾将由男团 Icon 担任。据悉，第一学期便有众多10代学生申请 Icon 出演本节目，展现其大势地位。另外，第二学期的节目将于10月份播出，敬请期待。此消息放出后，真爱粉们蠢蠢欲动，完全按捺不住内心的小激动，欧巴出击，小迷妹们都被击倒了。终于有综艺了，金振焕冲呀！居然到10月份才播，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